君謠言。行政長官辛苦你了，咁就喺呢一個逃犯條例方面嚟講，呢一個亦都係一個燙手山芋。較早前你回應本會咧，就係話過去點解20多年來咧都唔係處理呢一個問題？你亦都引用咗李家超局長話呢個係一個我哋可能係鴕鳥咗22年。咁今日終於你係好果斷同埋好勇敢咁樣面對呢個問題，我給予你嘅讚賞。但係就行政長官回顧翻喺舊年我同你問嘅問題咧，就係23條幾時立法？既然逃犯條例都係一個鴕鳥視而不見，可能係一個咁嘅情況。我哋23條呢個係明眼，大家睇得到，亦都你喺較早前講呢個係我哋憲制嘅責任。咁既然而家我哋都會有一個時間爭取呢一個逃犯條例要通過，請問喺23條呢個問題，較早前你講話要爭取一個好啲嘅社會氛圍下去做，但係你無論點樣諗都好，點樣做都好，呢個氛圍都係一個海市蜃樓。既然要做，幾時去做？多謝。有咩規程問題？主席，我質疑何君堯議員係侮辱緊當時做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議員，是鴕鳥啊。這個不是規程問題來的，行政長官。首先主席何議員，我和李家超局長呢都無意去批評過往政府的工作或者決定。事實上我和李家超局長都從來沒有離開過特區政府。我們由特區政府成立的日子都是特區政府的一員，雖然未必是完全是直接主事這件事，所以我們是無意批評，我們只是指出有人說一直是故意不做這件事，我們就看不到為何是故意不做這件事，或者刻意是要阻礙有和中國其他部分的刑事互助或者是逃犯的移交，所以是解釋了這件事而已。基本法23條的本地立法當然是一個憲制責任，亦都是一個維護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我由上任到而家都是希望能夠創造咗一個有利的條件做，不過可惜呢，距離呢個目標就越嚟越遠，呢個亦都是一個政治現實呢，我不能不考慮。咁但基本法23條的立法同今日做呢2條條例的修訂呢，性質並不一致嘅。我哋呢條兩條條例嘅修訂咧，係為咗彰顯法治，亦都係聯合其他國家打擊罪行，唔希望香港成為一個俾一啲犯咗法嘅人走嚟喺香港逃避，或者香港犯咗嚴重罪嘅人走咗去一啲我哋冇辦法進行移交嘅地方咧去逃避嚇。咁所以更加上有呢個台灣嘅個案咧，就突顯咗需要去堵塞呢個制度上嘅漏洞。令呢一片自回歸以嚟喺法律上嘅空白可以填補咗，嚟到做我哋嘅工作。但基本法23條嘅立法工作，我嘅立場都係一致。但係似乎而家嘅政治現實咧，係令到呢件事係更加困難。